希望这些电影题目能够激发您的观影热情。电影是一个极富魅力的艺术形式，它可以让我们逃离现实，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可以探索各种主题和情感，并体验到各种感觉。这些电影题目都是非常有趣和吸引人的，他们的故事情节和角色都可以深深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带给他们难以忘怀的观影体验。蜘蛛人，平行宇宙的独特视觉风格和创新的剧情概念让观众们为之惊叹。这部动画冒险电影展现了多个平行宇宙中的蜘蛛人如何联手对抗邪恶势力的故事。阿凡达的惊人视觉效果和深刻情感表现让观众感受到了人与外星人之间的友谊和冲突。热莱约爱你则是一部爱情喜剧电影，它展现了一对青年夫妻如何克服困难，并发现彼此之间真正的爱情。黑天鹅的心理惊悚元素和神秘气氛引人入胜，它让观众深入探索芭蕾舞者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追求完美的故事。而玩具总动员则是一部经典的动画冒险电影，它让观众们进入了一个充满冒险和惊喜的玩具世界，探索玩具如何寻找他们的主人。此外，还有《沉睡魔咒：觉醒》，一部关于一位现代女孩如何发现自己是公主并拯救她的王国的奇幻冒险电影，以及《心灵奇旅》，一部关于一个青年如何通过游戏的方式与他的父亲重新建立关系的动画冒险电影。这些电影都有。